145级别放下邪书炉，109零万里高价瞬秒，在135级别清音三叠鞋子之后，又一双140级无级别放下鞋子，诞生在了喜大普奔服务器。这双鞋子出炉之后，很快迎来了不少 X9 大佬的争相竞价。毕竟小特级的无孔鞋子对于 X9 的 PK 大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。最终特立独行战队的魔王老板，在109神威组征战多年的林万里老板出价最高，以200多个的价格高价买下了这双鞋子。双方的交易已经完成，从鞋子出炉到卖出只用了几个小时。只能说在梦幻的世界里，好东西永远不会缺少买家。除了新买入的这双鞋子之外，林万里的其他装备同样是非常强。他拥有135级别琴音女头，18段345总灵力的项链，18段单加魔力48点的女衣，17段总气血高052的腰带，另外还有一双135级别野兽鞋和145级别回魂鞋子。在比赛当中，林万里可以根据对手的情况随时进行更换。109特立独行战队在2022年成绩比较一般，不过在刚刚举行的冠军杯当中，他们杀进了最后的线下总决赛，将会和勇敢小鸭战队争夺最后的神威组冠军。